哦，那枳实和厚朴两个常常并用，好、哦，厚朴入大肠，枳实它入小肠，哦，入小肠。那这个厚朴呢，味苦温，药性是温性的，它味道很厚重，所以呢，它入脾；味清的，哦，味清的大部分入腑，味厚的入脏，好、哦。那这个也是这个厚朴呢，是树皮啊、哦，你看这个树皮切起来以后，树皮变这个样子啊、哦，长得就像大肠头、大肠一样啊，啊、哦哦，那。这个厚朴呢，好，诸位看这个主治为下食散满，却失健胃的药药，好，实际上就是健脾。好，如果说大肠下食，好，下焦是食的，小肠，好，大肠，好，里面呢有食。堵到小肠，那因为它是有东西堵到，这气下不去就会回逆。那我们为什么要用厚朴？厚朴呢，就是能够下气，因为它味道非常的重。厚朴的功能就是下气，哦，所谓气就是动能。所以你厚朴一下去，大肠的蠕动会回来；枳实一下去，小肠的蠕动会回来。那蠕动回来以后，那你再加，如果再加大黄，大黄能够去食。好，那把小肠的食去掉，对不对？那芒硝能够攻坚，如果硬的大便大黄没办法去掉，用芒硝下去把大便的硬的大便打散掉，好，就变成说厚朴、枳实、大黄、芒硝使用在一起，那如果把大肠里面的结硬的硬块打出来，那如果大肠里面没有东西，只有小肠堵到，那你就不要芒硝嘛，哦，小肠那老师你怎么知道大肠里面没有东西？很简单吗？你问他，你病人你放不放屁？我屁很多，屁很多就是大肠里面都是气，没有东西嘛。好，那就是你就不要加芒硝。如果老二、啊、我屁股没有一个，那你就堵在大肠里面了。好，硬块硬的大便都堵在大肠里面，这个时候你就加芒硝下去，这就是小承大承气的差别的地方。但是在这边呢，我们可以看到枳实厚朴，好，它的功能在这边讲得很详细。所以我们在使用它的时候，我们会用它。那厚朴由于能够让大肠的蠕动回来，所以说有时候病人呢是咳嗽，啊，咳嗽它是实的，一直咳不好啊，我们把用什么汤剂啊，什么大青龙、小青龙、啊、都用了，它还就这么好，就咳嗽还一点不好。那我们用厚朴下去把大肠的蠕动一下，让肺气下降，咳嗽就好了。好，所以我们后来会有一些加厚朴性的啊，什么诸如此类的啊处方会出现。好，那好，所以诸位记得下气上逆的时候，我们用厚朴来降逆气，好逆气。病人会告诉你，奇怪了，我肚子这个肚子肿很大，肝癌的腹水，肚子硬肿很大，气往上逆。这个时候我们用厚朴来把气往下降，哦，厚朴很好使用，哦，它温中益气，哦，你看消痰下气有没有？真泉治积年的冷气，腹内雷鸣虚呕，口有没有那个雷鸣咕噜咕噜，还有肠子叫了很大，是数食不消。哦，能够去结水，水结在肚子里面，哈、哦，破素血化水谷，哈、哦，都可以用厚朴，哈、哦，厚朴。你看大明呢，它能够健脾，厚朴能够健脾，哈、哦，治反胃霍乱转经冷热气，哈、哦，膀胱泄膀胱无脏的气，因为厚朴专门是逆气，哦，逆气，逆气的原因啊，我就这个一个再给诸位一个观念，大肠蠕动的时候应该是往前蠕动，所以。这个大便才会这样出来嘛，从肛门出来，是不是往前走？好，那所谓逆气就蠕动没了，那你气往那个蠕动本来应该往前走，不进则退，往回退，气就往上走，所以病人会感到气一直往上逆，一直往上逆，那个就是什么逆气？好，这时候厚朴最好用，厚朴。好，好，那个厚朴呢？唐中餐说厚朴呢就是脾，它味道比止咳更重。好，止咳呢只能到小肠，它要到大肠去了，就要靠厚朴。好，所以能够理脾气。好，所以仲景用止咳，实际上就是枳实来治心下满，用厚朴来治腹痛、肚子痛。好，这两个不一样的地方。所以后面讲了，厚朴行大肠的气，所以肺气得泄。好，我们用厚原因在这里面。好，那如果说
这个你的岳父岳母，结果呢你给他大便不通，对不对？你一看啊，老师太好了，大黄芒硝，结果你忘了加厚朴跟枳实，他通了、啊、他气没有通，这肚子绞痛，对不对？骂你，所以下次被我看到啊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不敢陪你太太回娘家，因为就是因为厚朴枳实不会用，对。但是你同样的便秘，你看小便，那是老师这个我讲的就是热实热的哈，实热的便秘啊，实热的。那老师你怎么知道它是实热？很简单吗？小便什么颜色？黄色，实热。讲完了，小便蛋白，你一个礼拜不上厕所，小便还是白的，寒实。哦，寒实的话，我们实是攻，我们为什么要寒实啊？热实。食我们有去食的药，但是它这个药只负责去食，不管寒热的，对不对？那你是不是要加些寒的去寒的药在里面，配合去食的药才对症，对不对？那现在是热食，你除了去食的药，大黄芒硝是去食，好，那要加些去热的药在里面，降气的药，对不对？你加的厚朴枳实加在大黄芒硝里面的时候，哇，上厕所很，这辈子他吃完你的药，上完厕所以后，他就跟你说，你去啊，这辈子我就没有上厕所那么舒服过，来晚上我请你吃鱼翅。好、哦，对啊，这是不一样的结果。就是个厚朴枳实，你看看差多少，同样会出来，但是痛的要死，哦，因为你没有行气的药在里面，然后又没有降气的药在里面，哦，了解我意思吧？好、哦，所以你如果走在路上，你看这个人面色很红润，啊、哦，那大便不通，那这个人就那个一直在放屁，你就要小那个厚朴枳实大黄就好了。啊、如果我屁都没有了，就是厚朴枳实大黄不够，要还芒硝，好，这样加减就出来了，诸位了解了哈。好